国的全马 105K 马拉松公布步道在新界大西北未来的大都会 Metro City 领域于2021年10月11日完美落幕，历时21小时，平均速度为 5K 完结所有山脊公路总步道，2年内为2000公里的马拉松光荣任务。